我是小爱家，我是玲玲。今天是我8月29日，所以我们要今天要返校日，明天就是开学了。恭喜我要升3年级了。好，那为什么你的返校日你就6点起床，6点就叫我们起床，是怎么一回事？妈妈说的，你看我们要7点15前起床，所以我就7点15前起床。啊，你6点就来叫我们起床了？没有，我6点15。你为什么6点就叫我们起床呢？我说6点半再起床。可是要是6点半的话，现在已经7点20了。好，小胡，拜拜。水杯酒吧，给这黑夜定完是小铃铛，可以刷屏，因为同时还是怎样？快点，好，可以的，爸爸上班了。等一下，希望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记得订阅我，按下示范的小铃铛，可以收视影片通知，还记得订阅和分享。那么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啦，拜拜，拜拜。